9月9日，九月十三号，新月作序森林交响，指挥家杨洋引领杭州爱乐乐团与森林深处奏响自然与艺术的交响序曲。9月14号，俄罗斯指挥家亚罗斯拉夫·扎博亚尔金携手上海爱乐乐团，让音乐在森林间轻舞飞扬。9月15号。 苏州交响乐团与圣卡罗歌剧院芭蕾舞团梦幻联动，于林间上演足尖上的夜曲，舞步轻盈，旋律悠扬。9月16号，匈牙利广播交响乐团深情节目《朱兄交响梦》，异域风情，唱响中欧旋律，穿越国界，感受音乐魅力。9月17号，压轴之作。 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的经典之作《图兰朵》，户外森林激情上演，中外音乐大师演绎东方传奇，茉莉飘香，乐韵晶莹。 Ciao a tutti, sono Alessandro Adriano. Ciao a tutti, sono Esprimere il mio più sentito ringraziamento. Ich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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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ilai. 我在南京。